呢位就是我們的蔡徐師了，麻煩請你介紹一下自己。蔡徐師，今天你教我們煮什麼好餸？是不是 potato chicken 啊？是不是你不懂廣東話？請問蔡廚師，你今天叫我們煮些什麼拿手菜呢？是不是 potato chicken？ 需要些什麼材料呢？两粒 potato， 还有鸡，放一点酱油。